对，可是适量的多跟进去，花40万，那部分是我分的十块钱，然后他要问进账，本来我们都有去，所以我让公司问钱人嘛，很多人卖房子，然后就十万，就往上回收，不是问一下，就是要付400多万，我就开始很争，就觉得就说那我还是要跟他建商很多，建商很怪，是。